今天是2021年6月26日，也是我的生日，今年要过68岁的生日了。那么说很多朋友希望能把我家传的中医展示出来给朋友们交流，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就给大家来讲一下中医的养生和中医的这个食疗，还有中医推拿，分几个部分。那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从基础的开始，也就每天3分钟你就能达到出汗，如果出了汗全身的经络全部都通了，所以根本不需要做多少时间，每天你要能保持30分钟，但是呢做的时候要特别用力气，也就是说我们就带有气功感。我们太极，什么是太极？就是说你两只手伸出来以后要有握力啊，你展示的时候要有气力，是吧？你做出来的要功力，你这几个做到了，你就3分钟就解决问题啊。我们最常用的劳宫穴，是吧？大家伙都知道，从气上走啊，所以这几个方式方法我会逐一的教给大家，每天只需要3分钟，如果你能保持住，那么说你身体没有毛病。然后我今天体检，基本上身体全都没有毛病，啊，活得很好。所以我想呢，人要想长寿，你就每天做3分钟，是吧？我觉得在这方面，如果大家能做到了，那么说你肯定长寿，也就是返老还童。啊，希望你们大家支持我，给我点赞，谢谢。好。那么今天我们第一讲就是讲我们的腿，我们腿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脚跟要颠起来，啪，但是不要直上，不要直立去做，容易伤膝盖。我们蹲起来，啪，啊，像青蛙跳一样跳，啊，跳，好，现在看手，手呢，手心像爪，所以手心有穴，自己想着自己的穴，就能找，这叫劳宫穴，好，看。啊，对起来，嘿，好，1、2、3、4、5、6、7、8，双手。双手往前带，然后把它带起来，把手握的时候脚也踹起来，脚尖绷直，提起来，提到多高都可以，有多高提多高。1、2、3、4、5、6、7、8。1、2、3、4、5、6、7、8。